了，连赢了两分，比分现在达到了5-5。比赛规则是抢十啊，比赛规则是抢十，屏幕下方都写着比赛规则的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不了解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。目前蓝翔的不知火跟小孩的霸权又打到了小赛点，双方都是最后大将了，不知火对战霸权，小孩现在资源上是比较丰富的，但是蓝翔的血量是占了绝对优势。小孩机会来了，这个跳入成功，这个八字女真的是见连续两个八字女，没想到蓝翔没有坚持住啊，两个大破绽送他上路了，结果小孩6-5拿下蓝翔1分。